鸡，我要吃烤鸡。烤鸡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感觉好脆皮哦。哦，看起来好吃哦。那你要吃哪一个套餐？它有，你看它上面那个，它有那个饭不一样的，还有，你要那个像那个对不对？那你下来，我来问他一下。三旬海南鸡饭，海南鸡耶。啊？它没有整只的，它这个是卖海南鸡饭。哦，它有 A 耶，它那个应该是卫生吧，跟美国一样。哦，这边，你快来看，这菜单在这。白色是这个海南鸡饭，然后你要的是这个鸳鸯鸡饭，应该哦，这是两个都有的。你的应该是，那你要一个的，可是这个是炸的，这个是这个跟那个旁边那个是不一样。那怎么点那个？你是要烤鸡吗？啊，烤鸡对。这个单单这个看你要小份、中份、大份，它哦可以选烤鸡这样啊、哦、是，那你要小份就好吧。小份，那小份就足够了。好，那一个烤鸡，小份的烤鸡。要这个也是。要。两个鸡蛋啊。谢谢。稍小加一粒，小孩子吃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OK。吃。有喝的吗？啊？有喝的吗？后面有果汁啊，你要不要买？我们去买果汁。你有电了。等一下。我们现在在新加坡的 ION， 谢谢乌节路这边的美食街，好饿！我们刚下飞机，我们就赶快来觅食。我们这次住的饭店啊，离这边非常非常近，所以超方便的。这个来这里，你要什么？可乐多。这里，你手不要碰这个。你要养乐多什么看？这边有养乐多，你要芒苹果养乐多好不好？还是你要青苹果？还是要凤梨？还有鲜？还是要柳橙养乐多？啊？苹果。苹果好。一个苹果养乐多一多。大杯小杯的。啊、嗯，小杯就好，小杯啊。哦，它养乐多是那个颜色。好棒哦，这边都会讲中文呢。我刚以为想说会语言不同，结果讲了中文都会有人回你中文，超方便。刚那烤鸡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哦。然后我看到弟弟喜欢吃的虾，我也想要吃虾。我现打的，然后这多少钱？鸡是什么？这是果汁机。就把水果压进去，然后它就可以打滚。哇，好漂亮的颜色哦！好、啊，看，颜色超漂亮的。还没有好。好。还没好。再吃。嗯，现在还可以。好，呵呵，是。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漂亮的颜色哦。渐层有没有很多颜色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嗯、啊。你拿我烤鸡。对，你的烤鸡好像也好喽。这是不是我们？哦，这是我们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不要，我先问一下。就过一下。啊，这不是白色的，这是那个烤的，白色叫做白斩，这是我们的，谢谢。好，你不要等，好、哦，你可以吗？拿好，不要倒了。好、啊，需要帮忙吗？那你先放着，你放桌上。等一下、啊，你不要动。好，可以，好，放手，好，接，可以，好，没事，谢谢。好，哦，好滑。我来拿饮料。别，走回去。可是有在瓦城打过工的呢。哇，好大盘哦、啊！哇。要八份的，我没想到。哇。他那个鸡肉看起来真的超赞。
它有分烤鸡跟。我去拿，餐具没有拿。餐具没有拿。可能感觉室内都不用戴口罩了，大部分都没有戴口罩。连餐具是在这里。你的烤鸡看起来超赞的，那个饭也好好吃的感觉。啊？我等一下去点，我们去点，等我一下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海鲜粿条。我觉得这很像是我去中国广州那边吃路边摊的那个炒粿条，很像，这比较中国风味。甜的。甜的。好，吓死我。这很像是我，真的超像我去广州演出的时候，嗯，很喜欢。你知道我们去广州还有杭州演出的时候，我们都在那个外面，就是点路边摊那个，就吃会拉肚子那种，每天都吃。很好吃吗？一起吃一种超大份，超大份，超大，你要吃吗？对啊。我想，它超多，它那超多，而且跟台湾很不一样。它不需要这个。来，我们要吃饭了，然后我要去拍视频了，拜拜。